什么？丑八怪要嫁秦王？如果不是你娘，我就是韩家的嫡女，秦王妃的位子也是我的。韩太医好家教，教出来的女儿毫无规矩。殿下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姐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一家人没有隔夜仇，你以后要好好孝顺父亲和姨娘。我一定会的。